到平衡鞋了，热型的平衡鞋，噔噔，这个是哦充电器，那这个嘞，这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充电线。好，那主体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了啦，你就直接把它抓起来。哇，很大一个，你看我的手，其实电脑的手算小的啦。然后来看看。这个目前是 prototype， 就是样品的版本。好，那这个是充电的充电口，然后开机键。哎，炫彩灯。哎，这边是，好，没有平衡。好，这个就是炫彩灯，然后它上面有那个胶条，应该是保护那个 LED 灯的。然后这个是 emotion 的那个 logo， 我是觉得感觉还不错哎。然后你看轮胎的花纹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可能会在这边装一下那个防撞贴条吧之类的，就觉得还蛮好看的。这是它不算是亮黑啊，不算亮黑，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片都整个是金属的，这上面都是金属的，就只有这个是橡胶的。那欢迎大家过来瑞德志趣，就是体验这一块板子哦，摸摸看，拿看，赶快来体验哦。